方指挥中心，这里没水了。我们这里也没水了，我们这里也失守了。全市已经停水供应火场了，现在根本跟不上。这边，全市已经停水了，只能靠远程供水。你要确保水的供应。我是枫林中队徐小兵，请指挥中心放心，有我们在，远程供水断不了。给我。歇会儿，一会儿就上来。争取一点时间，好，老姜，你放心，这儿有我呢。Thank you.
报告全警指挥部，班长徐小斌牺牲了。小斌，醒醒！我知道你跟我开玩笑呢，是吗？我帮你擦干净了，你就起来了，是不是？